开了，你帮我把肉放里边焯一下啊。肉，这个吗？对，全都丢里面吗？对，都扔进去，你小心点啊。你什么时候学会做这么多菜的？基本生活技能嘛。待会儿水再开了，你帮我把肉再捞出来。啊，我就说嘛，我家你比我更讨人喜欢。我妈说奶奶见到你就笑，这可是她二十几年、三十年小心翼翼、如履薄冰都换不回来的。不露声色的取悦跟讨好，是我们这种从小寄人篱下人的必修课。要想生活安稳，首先不能招人烦嘛。叶景元那里电话打了吗？要不要我叫小姨出马？暂时不用吧，他秘书约我晚上见，态度还可以。锁锁在做饭。阿姨，蒋阿姨呢？蒋阿姨她说她有事先回去了。阿姨，你今天打麻将这么早就回来了？吃了饭，晚上去跳舞，弯子有老师教的。阿姨好潇洒哦。有什么办法呢？自己寻开心啊。我看一下肉啊。